让观众看到了他挑战不同电影风格和不同角色。一博这边，一博这边，哇，给你刀！看到了一博挑战不同角色和不同片的决心和努力。一博呢，就是凭借电影《无名》中的叶先生的角色，在今年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提名。北京代表一博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。看这里，看这里，这边。发现一国越来越成熟，而且诠释的作品和角色也都不